不演感情路遇人不熟，周小三亲吻踏户，厨房基本上就跟客厅是在一起，所以你少了一个门，会容易没有男主的感情事业容易被骗。我之前去柬埔寨出外，一个人晚上就很无聊，我就在那滑手机，然后我就滑到了我当时男朋友的初恋女友，那女生就是拍着我男朋友在开我的车，然后载着他在。超生气啊！要亲门气吧？